咱的兵，演我星空妙地形。你是台湾的兵，演我星空妙地形。各位维新圣教，向大家合掌恭念。啊，灵山会聚，灵山一会万年灯。四八大愿照光明，王禅老祖妙智圣，加持灌顶见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啊，法会上、坛上六位祖先、诸祖灵、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今天十月十八，新弘啊地母至尊的圣诞日啊，我们这个法会是非常殊胜。希望各位同修，好，我们静心来领悟。虽然我讲的很简单，但是大家都忽略了。你们现在坐在哪里呀？啊，等一下，你们要回到屏东新花教室、恒春教室去。啊，你们要走在哪里？走在马路上。好，你们要回到屏东教室、屏东道场，你们回去一路上还是要在大地之上。哎，我们回到家里了，还是一样要住在大地之上。即使你房子有十楼、一百楼，还是在大地之上。哎，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，让我们知恩感恩的太多太多太多了。时时刻刻你所要感恩的确实算不完，分分秒秒我们还一口气可以呼吸，也是要这个感恩啊。啊，我们有一口茶可以喝，也要感恩啊，我们有工作做，也要感恩。啊，我们有机会听经闻法，我们也要感恩。全部都在大地之上，所以我们脱胎转世，从天上界到地来，从天到地，在大地之上。啊，大地之上下面阴寮。啊，阴寮还有地表层，地表层是阳寮，啊，阳寮是大地里面有众生万物。哦，这个是很妙哎。啊，地里面是空的，啊，这个地下面呢，啊，又是回归到空的地方去了。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去悟啊，你不悟就有上好像晚上得到一盏灯很高兴啊，没有窗户啊可以得到光明，任何一直那盏小烛火的灯还是很快会熄掉的，会熄灭的。这是人生嘛。啊，我们这样是要让我们的思维光明面，自己点燃自己的心灯，你才会幸福，才会快乐。
无论你是王侯将相宦夫走卒，都是离不开地耶，离不开大地，离不开地母所拥有的大地，给我们在这里生存。曾经有一次，有一年，一位先生，他来到宣佛寺要问事，穿着西装笔挺，头发呢，梳得亮晶晶的，盖着昂的连裤带。轮到他了，他一直埋怨，他说这第一天地对他不公。我说你没有杀人放火哈，他对我没有杀人放火。第二呢，国家对不起你，对不对？他对，国家没有发放那个什么金，万恶你这无可能的。再下来，那么你今天从哪里来？他我从永和来。你怎么来？我开车子来。你来这里经过多少个人的土地啊？多少人的土地？那个时候算硬呀，就不敢说，提对他对不起呀。弯弯从头说来，有天有地，是上天的慈悲。你若是离开天地，看你要往哪里去。有没有想过？没有嘞。若是没有地，你要站在哪里呀？你能离土一寸，在那边给我看。所以你要知恩呐，哪里天地对不起你，胡说八道，自私自利的恶魔。老师啊，你来满怀恶魔啊？我对啊，你的思想、你的心念、念头，处处不满，你对国家。不满国家，你有这个国家，台湾是你在这里成长的地方，你不知道感恩呢，不知感恩，你还在一直说国家对你不好，那你有什么东西来回馈国家？你好吃懒做，你吃了还是？在爱傍你台湾这块土地之上哎，无你搞个绑个晒个铁头凳个假头凳哎，这位先生，我当头棒喝，伊讲公司也对不起我，你替公司做多少工作？你给公司赚多少钱？公司为了花你的薪水，要运用那么多人相互的成就，成立工厂、销路，还有各种的制造，然后你想领的薪水是整个公司运作的。百分比的福利呀，那你给公司做了多少？所以这位先生，你是在悠悠嘞，有没有来跟我说话？老师啊，放下，
那个带话我改了。好，很对不起，我的过去的想法啊，真的很不好。我今天终于想通了，我要回去重新做人，重新呢，来修行。请问你，我要念什么经？哦，很简单嘛，家庭有家庭一本很难念的经嘛，做人翁婿做翁婿做好嘛，做人囝做好嘛，尽职尽责嘛，做人的老爸，你就尽职尽责做老爸的身份嘛，安尼就好啊，哈，遐简单咯，唔是讲爱一天爱拜几千个佛。几百分，你几百分、几千分，你干那在口口在拍个鼻起、拍个鼻起，头脑都免做呀啦，还要做修行哦，胡说八道。哦，所以往你的贪呐、贪得不完，念头歪念头，所以你今日才凄惨嘛，跟我差不多尔啦，我即摆啊。嘛不务正业啦，哦，原来我做错粮，读书计划做土地错粮，现在换到宗教对家来，好、哦、不务正业，我嘛爱忏悔啊，不务正业我嘛爱认真做好啊，哈哈哈，老师啊，你终于说出你的秘密了，我的啥秘密？我很简单的，做人该做的行规。随顺因缘嘛，做人做好，做人做人的本分，做鬼做鬼的本分。哈哈，这些先生，你看老师啊，那安尼我看们今天做鬼啊，做鬼嘛好啊，做鬼爱尽本分啊。伊个问我讲老师，做鬼要安怎做？是咪拢硬吓就惊就好？啊，同学啊，做股票都做啊，做工吓着惊咧，啊，那个，哦，所以你做鬼都是黑暗的思想，消极、悲观、不知足、毁谤、排斥、贪婪，啊，嫉妒，这都是做鬼的行为啊，迄个鬼的行为。啊！你做神做佛，做神就是光明，万行大事拢有善念，要慈悲，爱施舍，啊，爱有智慧，啊，时时都参与公益事业去做，安尼你就会做神啊啦！啊，敢问老师？安尼，我来先来徐家做神好哦。来家做神，唔是要让拜哦。啊，你若要让拜，有一天你会让拜啊。恁家孙来甲你拜啊，迄阵就做神啊。你好啊，做好，做人做的本分做好。啊，开始咧，这位先生，啊，他就整个的开朗起来啊。啊，无甲你怨天怨地，我你再过三年。啊，就看你如何。再过三年，两年外，伊就阁起来。啊，拄仔咱伫收客孙，伊来看我，老师啊，我即摆吼，足幸福，足快乐啊！你看我的面嘛，加足好看吼。我哩本来就好看，你本来就足缘投啊，缘投啊送啊咧。啊，你就是家己木甲咩，就是木甲咩。贪嗔痴唔知好知因感因，莫搞咩，家己面拢尿镜也拢裂灭啦。所以各位同修，好咱啊，大家爱真注意，啊时时刻刻，咱拢有鬼灭的心态的发生在咱心里，时时刻刻，咱拢有神佛的慈悲。的光环，所以咱的三皈依
啊，第一要皈依佛，啊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你就会成佛了嘛。什么大道？在日常生活中，做人的做人做好的话，看会该做的做，打仗的打好，啊，打赛的打好，啊，和我国大地植物啊，拢会肥，会当大长，这都是修行嘛。所以禅宗大师五祖弘忍大师啊，一讲一句话：工作、休息，工作、休息，这就修行啊啦，这就禅宗禅的道理。工作有机会咱就做，啊，有这身体咱就做，有这命咱就做。工作做了，康会做煞，咱就休息，休息就是问心无愧。啊，咱来世间，这个身体是食五谷，是地母至尊的五谷来饲，甲咱饲大个，啊，所以咱爱感恩。啊，所以这是休息嘛，休息身体健康以后，精神起来，咱就去做。啊，对做来的，来体验咱的灵性。但是这样真侪少年人，时代变去啊，唔知因果，啊，唔知啊利害关系，啊，所以会当食就食，会当吃喝嫖赌瘾，什么都来。啊！伊唔爱去想着讲，我这吃喝嫖赌瘾遮济，可怜时一看那死人，啊目睭白金的时，赛金油金的四界房，啊嘛是爱伫大地甲你承受呢，那还是感恩着大地啊，这都是修行嘛，这是修行，啊曾经。咱有一个啊老信徒，啊，伊拢伫道场做义工，啊，生活是真无好势，啊，伊伫佛寺做义工啦，啊，若有困难就共帮忙，啊，有一天，啊，甲人个信徒。啊，去到佛寺，迄信徒看伊遐尼落魄，所以信徒啊，就要摕钱予这个，要摕钱予伊。啊，信徒原来生活真好过，伊才讲无人啊，哈、啊，我都生活真会过哩。我一寡食，予你，予你去买补营养品来食，啊，那安尼来嘞吼，你身体较好，用服务搁较济人嘞。哦，所以这位信徒嘞，安尼甲讲的时候提一，那底下滴饮钱出来予伊，啊，就是这，一来我家，那底下钱，滴嘞。一千五厘拢无开，经过近半年啊，伊讲这个伊的故事我听，我老师啊，我烦恼到这钱我唔知要提到伊报死吼，我真简单，啊你也不到哪腰，啊你就爱买起来食，昨天爱买食你甲感恩，安尼就好啊。这就是修行啊！啊，感恩一般人食饭都唔知影感恩，食物件唔知影感恩。那么你知影，
啊，这里完全感恩，身体够好用呢。啊，所以伊就听到伊饿着，家己哈哈大笑。无好的身体，我无可能来尽我的孝道友好，啊，无法度去服务大众。所以我等于我会好好啊来做工，伊只钱我落底下跌咧，要跌一世人，要留咧做手尾钱。要第六底下做一世事的时，伊的手尾钱要互子孙啊！你看有够自卑无啦？啊，伊的这信念转不了，啊，伊等于咧，啊，就出面头尾，啊，人都有这缘分，啊，就叫伊去安尼到拼出来的打工，伊嘛过了真好过啊！啊，做天天。暗时好困，啊，日时精神起来就搁拍拼，出面头尾赢一条行啊，啊，赢到去红饼头，这是伊的人生，这就是修行诶。所以咱比方讲，看哇，专门讲饼扫诶，扫涂骹，啊，那你瞧不起诶，这是非常无好诶思想。哈、哦，所以咱啊知影，地母至尊伊个大地无嫌咱众生，无嫌咱一句话，拢无嫌，啊嘛是真欢喜。咱只放尿放屎，哈、哦，一只啊，只在予咱维持咱的性命，咱有机会何来静坐？啊，这。拢是地母至尊的功德咧，也爱啊！我相信咱在座各位同修，恁的爱嘛，足济讲未了啦！啊，只是讲今日地母至尊的圣诞日，哈、啊，那甲咱世间所有的，哈、啊，咱感恩呢，所有爱地主的，所有爱拍拼的，啊，咱做一个。反省，一个检讨，啊，咱过去，但是你讲，哇，我做无够诶，啊，以后有机会，咱就来补助，嘛袂歹啦，啊，咱呐过去做了伤济，啊，咱嘛是感恩，咱嘛继续去做，那叫做无善无恶，啊，不生不灭，无来。无气的真惨奥义啊啦！听我啊，那拢无反应。啊，各位维新神士同修，啊，咱伫南部、屏东，啊，伫新华教室，啊，甲恒春教室、屏东道场，啊，咱大家一大早。拢客家，啊来做义工，啊咱会做是福气，未做迄就是啊，咱爱重新检讨，啊所以今日啊咱新皇地母至尊的圣诞日，咱维新圣教啊在八年前成立的这义经大学，啊维新博士班。今天结业交际，啊，感恩到咱的地母至尊，啊，这就是咱啊用实际的修行来感恩，哈、啊，祝福各位。各位维新神士，啊，大家都是从屏东啊地区来做义工。屏东地区虽然是台湾尾，但是屏东地区
的地理是真正水，哈，中央山脉，哈，中央山脉这这些山脉。啊，各位同学，啊，咱吼看山水龙神，山龙神，屏东是上好的教学题材。好，这是大地风水。山龙啊，牵关起来，就是龙。龙身举头，然后放山龙啊落来，啊，这就结穴伫遮。啊，那山龙啊放落来，伊就开个面，结穴拢伫遮。那么就是，那山龙落来，你去伫中间，这是寡阳，寡阳地，啊，再是中。关关，你爱去这位是，这是孤阴，孤阴不生，寡阳不长。无论是孤阴，寡阳，孤阴寡阳，好非吉地。若是我山路啦，就真悬，溜落来，啊，我看你放大一张，哈、啊，第二。咱有看地理，就是上悬迄粒，啊，就溜落来，溜落来个下骹，一个开一个面水水啊，圆圆，像一粒果水果安尼圆的。地理就是隔伫这个位，好、啊、像、就是伫高面顶去哩，梁啊顶，迄个孤阴，孤阴就先败而后绝。啊！你也是山两间，迄两条山梁啊，中央，啊！你厝起伫这位，哈、啊，起这个位，啊！这是寡阳，这是寡阳，啊！这是足简单的地理法则，但是咱容易忽略了。所以老祖师尊道教慈航将这里大地风水啊一所形成的一个地兄弟啊，这在咱南部恒春的山顶山梁下呀，你拢要时时要去注意，这就是地母至尊的显化。啊，有福的人，你就去点着子平安地理；那无福的人，啊，咱就去点着孤阴甲寡阳。孤阴不生，寡阳不长。啊，这就是咱风水学的要领。这嘛是地母至尊。也天机密啊，啊，实现伫世间，啊，互你爱也要看，你若有福有德的，咱就会得到；若无福的，咱就得袂到。那么各位同学，咱无了解咱有福无福好得，
咱就可以用意，用易经来占卦，啊，用意知吉凶。好，咱就接得地，啊，你也看到，啊，我爱看。要你讲气候会平安未平安无？啊，咱要不怪，我拢有教你呐。啊，法师、老师、讲师拢有教你呐。好，咱第一，啊，这四爻爱往上。这个吉，四爻往上，就包括讲咱有迄个福无，包括咱有迄个德无，有迄个缘无，啊，无咧福无咧德，你讲看较水袂呢，咱嘛带袂平安呢。啊，我过去。刚点地理给人，人家很漂亮的好地理要点给他，啊，点了啊，啊，他们的理想要起厝，我就把普卦卜出来是怎样，贵重，朱雀也叮当，白虎也叮当，我唔知道就有问题哦，啊！我才个了解讲主人，啊，出面头尾去了解，了解讲这做人如何，啊，了解结果咧，第一，做人贪心；第二，做人自私；第三。跟人袂好，第四，啊兄弟啊，无情无义；第五，对父母不孝。跟人这五件，都八加罪啊！我昨日甲讲某人啊，啊以上这五项你做会到，风水，你祖先的风水要安怎遮？啊，是厝要起家，安尼时啊，你就得了着好风水。你若这五行歹习惯，你无多改，会死啊！啊，你上好卖讲要起家，啊，啊是祖先要安葬家，即安尼呢？啊，咱就是无德甲无福，地母至尊嘛未原谅咱。好啦，这位先生，啊，伊都回去个，啊，兄弟啊，讲只五个条件，我讲好听，啊，结果迄个剃着兄弟个喙须，啊，伊都啊，先相信你啊，好地你就好地你啊啦，啊，伊都原来要起厝个，甲换起做因老爸。诶，迄个嘛，叫做阿公诶，骨骸风水啊，做咧时诶，无偌久咧，啊，出来得外国是啥？兄弟啊，冤家路窄，问题伫倒位咧？啊，做一门风水。啊，这个呢，头前，能够做一门足大门的风水，一支刀劈的刀就插入去，插入去呢，遐兄弟啊去冤家路窄，啊，我上天
是无慈悲，是咱家己啊无情无义啊，所以自然土地公获得精神，会带一寡遐来也袂伤你。边仔去一间梦厝，啊，遐悬砖咧插入，啊，就走来问我，讲这安尼要紧无？我这大乡，啊，这是2万、5万诶，2万诶，啊，3万诶，啊，6万诶，拢大乡。不是地母无无慈悲，地母至尊有甲你提醒啊！啊，咱爱照天理行，所以同修，咱研究这地理、风水、易经，是要改变咱的思想，改变咱的行为，改变咱的生活，啊，改变。咱一言一行。啊，所以这呢，风水地，啊，风水车，一无车。要用无十呀，啊！所以今日老祖啊传正法，和咱的维新圣教已经大学啊，各有法师、讲师传道，和咱的学员，咱会记哩，凡事爱占卦啊，有好有坏，了了分明，家己做先生。啊，所以咱有易经啊，啊，咱唔是讲哦，我学易经啊，要去趁食啥？学易经嘛是趁食，啊，做事业就趁食，该做咱就做，无该做诶，咱就卖做，啊，卖做，咱就会糟蹋着咱的资源啦啦，这都是代号。这是对地母的代号啊，所以孝道的范围无限的宽阔，孝道的范围啊，在咱日常生活之中，哈。那么爱用意用意，善巧妄想都结，你善巧啊空话。妄转，一日大凶，表示很绝地，表示绝地了，人会过分，百出未顺，外国是啥？所以同修咱有真侪主会长。啊！你这方面，咱用好啊，你就可以帮助咱的会友，帮助家己。哦，那再三啊，卦中爱五宅。他主生熬，主生熬，啊，这就是结。这三项完整了，所以各位同学，咱也要将我教好各位的课，你家己多读，咱都大人啊，咱多读。可以用在生活上，我相信咱的祖先今日伫遮听经文法，蛮足欢喜的啊！
所以走出来的事业顺势是这大好之道呢。啊，咱若未顺势，那是不好的行为。所以老祖宗教咱易经，咱法师、讲师教各位易经风水学，这都是大好之道啊！啊，听无？啊，咱啊，第四嘞，哈，第四。咱学这易经，咱无用哦，私下占卜讲某某人的风水，啊，吉凶如何？啊，你若做占卜卦辞，啊，讲。自己研究，自己研究来精进，啊，做占卜凶卦。好，啊，也做易做研究，但勿随意为人指责而犯因果。这真重要啊！所以我们很多身为啊修行者，讲话要真注意啊！地母助身，给咱这个机会，给咱这姻缘，来自我精进，来了解成功立德啊！结果咱无修考验。啊，甲卜起来卦无好，哦，你就去甲讲，哦，这卦无好，这咧安那安那安那，结果你唔知人后背后，啊，要有多于好嘅风水来庇荫无，结果你浪费着祖师嘅面子，嘛浪费着师父嘅面子，啊，浪费着宗门嘅面子。以造成社会的乱象，这要注意啊！绝对，哪过有这歹习惯了，不可以再发生。啊，听有无？好，啊，咱的好歹，咱我暂且咱了解，可以做研究，啊，做参考，做精进。做学习的资用，安尼咧，啊，你在了解伊是安怎摆，啊，依照咱风水学，啊，再来研究，好，那从六爻。啊，看。六爻是六亲和六寿，六亲六寿啊，还有六甲六甲，我们带他们六甲哎，好，六甲五行，
啊，深刻，好，察知风水之吉凶，啊，啊，这里师父穿这里闭关法印，啊，因为今日地母至尊的圣诞，啊，我甲这里、個、啊，真好的妙法提供予各位，会当随时应用。啊，第六，六寿凶则勿动。凶则卦爻摸叮当，啊，叮当则伤人，啊，伤丁败财，啊，应在。应在啊，逢生、逢子、逢合日月，安尼就了解讲，当时好，当时歹啊，你可以正道，可以来了解。大地了解咱的这个地母至尊啊，伊的伟大，所以地母至尊会讲话。曾经有一个学者啊，要来甲闹会，意思要来甲动画机关讲些地理的讲话。我也是地母至尊的讲话，还讲你提出来给我看，地母至尊按讲法。啊，所以啊，我就从用一卜卦，我讲你的厝白虎车，虎平足恶的，所以囡仔个足歹的，阿妈为了囡仔，逐天去冤家，啊，冤家老济，这就地母至尊会讲话，啊，所以先生扛着亏嘞，输啊！要怎么办？这就是咱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，做人处处可安心。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一条心。果啊！那么现在请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。下济三途苦，还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仅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好，谢谢各位啊。